Hello， 我是 John，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个有个超级隐秘的地堡，在这个边边角角。那我现在开了直升机，然后旁边有这个工厂，我第一次看到，不晓得这工厂是做什么用的，排放废水吗？还是发电厂？啊，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我们先回头一下好了。我先标一下地图啊，这个地图在这个地方有个像一个臭脚丫的这个中间，这边有个小像是一个洞窟啊。我们先进去飞去看一下好了。听说这个军事基地还蛮大的，但是还没有完成啊。先降落一下好了。这里可能没有办法让我降落，我跳伞好了。哇，飞呀！哇，太慢了。什么东西掉下来？直升机。然后这个 Trevor 要赶过去了，等我一下。这个直升机居然还在，没有爆。好，我们前往这个，是吊车吗？吊货柜用的。OK， 然后上面还有雷达，有人把守，这是巡逻艇吧？哇，里面还有坦克车啊！这坦克车怎么开到这边来啊？走水路吗？太扯了。OK， 我们先游过去那个什么，有这怎么那么难走啊？哦，上去，好，这个小海沙，哦，撞到他们了，看一下他们，哇，全副武装哎。哇，把守这个区域不简单哦。我们先就近看一下哦，这个上来。因为我有那个动画，就是上下车的动画，然后它有些 bug 会出现，就是地图啊。总之我们先上来看一下好了。OK， 这边有一个人在把守，然后一个美国国旗。OK， 上来一下好了。看起来像是这个基地其实还蛮完善的。他把外面堵起来了。OK， 我们下去一下好了。为什么那个士兵在下面泡水啊？就这样下来了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人在干嘛。他手上拿的东西吗？还射的是什么啊？他拿的咖啡。然后咖啡放在水里面，然后泡在水里面，这样还可以喝吗？没关系。那里面有个像是那个什么门嘛，然后像金库的门啊。OK， 我们先从那边过来，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了。老兄，你挡到我了，你走开啊！ Would you open your fucking eyes？ 走开 ，OK， move。他不让我走，他挂了，他就这样挂了。这里过不去啊！所以这个路是干嘛的？就是好看用的。该不会他的路是从另外一边进去吧？就对面那个很多人把守的地方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我不赖哦。这里可以阻挡很多丧尸哦。我找到旁边有那个楼梯给上去啊。为什么那个贴图会跑啊？我上来了。哎，老兄，你在抽烟哦？这么闲？我上来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发电机跟伺服器吗？然后这是什么？飞弹哦，对空飞弹。哇，这么屌！他拿了东西，他不知道在看什么。
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啦。走开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也是伺服器吗？哟 ，EMP 装置，那个绿色是什么？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哎，上面有外星人的头。哎，不对，是骷髅头吗？还是外星人头啊？他应该是有干掉六只外星人，所以有六个头吧 ？OK， 我们继续看一下好了。哎，哦，这边是武器室吧？这什么飞弹都有，还有金库哦。哇哦，巡哥飞弹，哇，是弹药哎！他在干嘛？上油漆吗？喂，那不能敲啊，那敲就要爆掉了。哦，他在修什么？修发电机。连书封面都没有打开，你在看什么东东？哦，他有小胡子哎，这还蛮帅的。OK， 这个那个门啊，这个门进不去。为什么这边还有狗屎啊？是怎样？这个地方居然还有狗屎，太恶了！你居然在面壁耶！OK， 哦，地板上面有这个发电机，还好不会被电到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电脑屏幕破掉了？哦，都是你在那边敲、啊，难怪。好，没关系。没有什么，这个是核弹吗？这核弹好大、啊。哎呦，地上的绿色桶子是干嘛的？它在焊东西、欸。哇，好多弹药哦，可怕！这里走出来，这边是到哪里？哇，这有黄金啊！哇，这藏黄金的地方吧？还有钱，这钱也太多了，不介意我拿一叠走吧？哇，一张100块钱的，哇！你的面具很帅哦，在看什么地图？哇，啊、这什么金色的什么奖杯吗？这台子不知道做什么用的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去隔壁看一看。哎、欸，我还可以过去哦，这是什么？啊、为什么要放在水里面啊？这我不太懂哎、欸。生化的这个液体居然放在水里面，好，我们去旁边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是什么？这是一探照灯哦，放在那边。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哎、欸，这是控制室吗？没有电啊，伺服器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没有看过哎、欸。哦，这边有潜水艇哎！我来看一下，可不可以坐一下啊？好，这个动画又出现了，上车的动画。这上车动画也太久了吧？哦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哎，找到什么东东啊？所以他这是封闭式的，那我进来干嘛？哎、欸，我在后面，我先巴咕一下，有点难出去哎、欸，完全卡住吧，这个设计不良啊！啊，出不来，出不来，完全卡死了。好、啊，出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直接走路过去好了。过去啊！下去，给我下去！
我这视角不太好切换，这怎么下去？哎 ，Oh yeah，Oh my god！ 原来他们在把守这个超大的，是什么飞碟吗？超大的飞碟在这个下面，然后，哇，为什么那鱼在天上飞啊？那是鱼吗？哎、欸，我潜不下去哎、欸。那下去下去。啊，它好像面积很大，面积大到我都上不去了。我们看看。难怪一直有那个声音啊 ！OK， 下来了。这样看它其实还蛮大的，它居然在这个水里面。它有一个结界哦，就是它不能游过去了，顶多到这里而已啊。然后这里就只能往上，不能往下，可以吗？游不过去了，你看，有，然后就只能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你也看到它，可是你过不去。好吧，我们游出去好了。OK， 这边出来之后有可以通到哪边？天啊，这个头发很丑哎，秃头。这个头发我要换一下，这是真的很丑。真的，我给他换一下好了，好吧？这个衣服给他换一下。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的、啊？对嘛？你好歹有要有一点头发啊！可恶！好，出不去了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看一下这个视角。这个视角出去怎么样？这上面有什么？哦，它是用那个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做的、啊？整片都是，它是浮板哎，整片都浮板。哦，然后哎，这里面还有什么？潜进来看一下，这里面就只有一个飞碟啊 ，FIB 的飞碟。进去嘞？进去有什么？哎，进去就没有东西啦、啊，所以它这个飞碟其实参考用的而已。哦，好，我们出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另外一边的洞口好了。这洞口不知道到哪边嘞，爬上去。啊，这边有两个楼梯。这边有个对空飞弹，为什么上面都是金库啊？这到底是在把守什么东西？这里蛮多弹药箱的，但我就是很好奇它这里面是什么。我觉得它应该只是贴土吧，进去看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进去就就这样子而已哦，拜托。OK， 它只是好看用的啦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白色这个嘞，诶，看一下，对嘛？你看，好看用的，没什么用啊。好，这边应该就只有这样子吧，很多货物啊，然后油桶、发电机。我看一下这个门，诶，这个门在左边啊。这个门，哎，这个进来的意思吗？推开它会到这边到后面来吗？啊，试试看。哎，不行。
哦。哦，所以上面那个是停机坪哎。Oh, by the way, that's entirely your fault. 我看一下是不是停机坪，所以如果它是停机坪的话，这个基地好像也不赖。真的，它平台。然后上面这个吊，这个是干嘛用的、啊？哦，它应该是堵住这个地方，如果有人要开进来的话，应该是吧？不然它吊这个东西不知道干嘛用的。哎呦，整个拔起来了！哦，它下面这个底座在这个下面，所以它下面就是这个底东西。哎，果然，它这个当底座不错哦。这金库门呢？金库门可以拿起来。这个灯呢？灯是一组的。OK， 然后这个哦，这个石头好大，哇，石头用多少颗石头？这应该是陨石吧，超多石头的。这个门哦，哇、哦，它是一个方块，这方块好大。我看看，把它拆下来，这是什么？超大浮板，好多物件哦。哇哦，这方块，这是什么？这一块门。这沙包，哦，这地板，这地板好大一个，啊、这是什么？这也是这个哦，他把它放在下面，把它整个插下去的，哇，发电机，哦，这是飞弹，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冒烟用的，看起来很多烟，哇，这个模组是这样做的、啊，不错哦。这喇叭就应该是断哦，它是两个在一起的。然后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摄影机？这是什么？六？哈、啊，整个拔起来。啊，这走道是什么用的、啊？物件还蛮多的，说。哎，架子被我移走了。这可以拔起来吗？哎，可以耶。那我看看这个飞碟可以拔起来。哦，飞碟被我拔起来了。我看往上移一下哦，这飞碟。这个飞碟是长这样的，它可以拿起来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物件嘛。你去看一下，已经在这个飞碟里面了。然后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。哇、wow, 超大飞碟。好啦，我们介绍到这边。下集再见咯。